对讲机你拿着，紧急情况下才能联系。 还没查到嬷嬷的位置啊！还在找，范围已经缩小到本市的10个街区了。这么慢？你着什么急呀？听着，这附近都是我们的人。你要是看有什么情况不对的，你们定位吧，别管我了。哎，各小组注意，随时准备接应山猫。团队。 把炸弹背好，不然他就会杀我。杨队，他们给了我一个炸弹，让我背着。我没有发现他们，但他们看得到我。 已经发现山猫，没有找到四爷。你去龙哥那船上，帮我拿个东西。上。哎，走。定位，他们能发现我的位置。